其实它不只可以放纸巾，它这里有写，看得到吗？它可以放纸巾，好不好？正的、横的，还可以放那个我们的那个手套这样子，所以很棒，很好。像我看外面大部分卖都是那种兔子鸡，有没有？但兔子鸡它还是有地方放啊，你是被控的，所以这个很好用，就是它可以吸在你冰箱任何一个角落。大家知道冰箱是铁做的，所以它磁吸式的，所以它可以移动，它可以直接把这个放着。那因为我们就讲，我说其实现在家里都小，厨房真的也不大，你不可能花十平在厨房，除非你家豪宅是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用？好的，然后也可以放那个挂手机。